叫赖佩君，拉拉拉拉姐，拉拉姐。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我过后会去国外发展嘛，然后其实我的好朋友呢，迪迦跟拉拉他们早就知道我的这些计划了。然后虽然之后我们会各奔东西，然后可能也没有什么机会会相遇，可是我们哎呦很伤感哎。对，可是过后我们会一直保持联系，毕竟我们的感情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，对。然后平时呢，我们也会互相汇报啊，就讲一下最近在干嘛啊，然后也会分享一些什么开心的事啊、伤心的事啊、搞笑的事啊，就只要有空就会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发消息啊，不管是叫不了也好，有事没事都会在那边闹一闹啦。对，然后也是因为这疫情关系嘛，然后我这个工作签搞了很久很久，本来说是我先飞了，结果他们两个他明天就要出国比赛了，去丹麦比赛，然后结果我还没飞，还在这里，然后他们心想，哎，为什么这个小孩子还在这里还不走，就很着急，赶快走吧，就那种。我觉得是上天安排也是啦，因为如果不是他这样子延迟了一点点，我可能也没有时间可以跟他这样子出来聚一聚啊，虽然自己也是比较忙，可是还是可以抽出时间出来这样聚一聚，说一说话，就像现在这样子咯。然后他去了比赛过后，可能他直接可能在他们去打中国公开赛的时候我们才能再见面的，所以今天也是刚好今晚有时间可以可以聊一下天这样子，然后也是很遗憾啊，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拼到最后，向前看着。大家都会有大家的梦想，我觉得吴小妹选这条路她自己肯定也是有难受的地方，可是我还是会祝福她，就是她选择这条路一定是她已经是精心细想计划过，就是对她未来最好的路，所以肯定还是会支持她，祝福她。虽然我们的路都不一样，可是相信我们会在各自的领域都发展到很好很好，然后顶峰相见。好，顶峰相见。然后其实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三个的关系这么好，就是他是混双，我是女单，然后指甲是男单。指甲对，为什么可以混到这样好？可能也是因为没有竞争关系了啊。对，多多少少肯定会多少会有这样的影响，就是主要也是讲呢，就是很契合啊，一开始大家就已经是很契合，不会有尴尬，就是要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关系就特别特别的舒服。所以虽然我跟他们年龄也相距蛮远，可是好像大姐姐在照顾我们。可是她像大姐姐多一点，就她懂的东西其实是特别特别的多，虽然她是一个年龄比较小的一个小妹，可是她懂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。像我或者指甲，我都觉得可能我们会是在羽球上面懂的东西会比较多，然后其他领域上面的东西就是特别少知识，可是它是不一样的。没有，我懂的东西一点点，也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低谷的时期吧，然后我们就很刚好都在对方的身边，真的是很低谷的时期，所以才能建立起这么有深厚有深度的感情嘛。要不然像平时那种喝水的时候，平时那种吃饭啊洋茶嘻嘻哈哈的朋友是很多，可是这种就是深交朋友真的是不多，他可以算是知己啦，知己什么都能说，也不用不需要害怕是说他会在背后捅你一把一刀啊，还是一把，还是还是在后面会说你坏话啦，就遇到这样子的朋友还是有遇到过，可是我觉得知心朋友真的不需要多，真的一两个就已经很足够很足够了。就算他出了国家队，我们没有什么联系，可是那感情就我们两个都可以感觉到，真的是一直一直都在。虽然说可能他现在最爱的人不是我，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做多情吗？没有，这个是一个是友情。
们的感情真的是这样，有一有什么事，我马上会告诉他，就是，让他知道，就算是他不能帮我解决，可是他一定会在那里，就是当一个聆听者，就是可能在我很绝望的时候，还是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就会在那个群组里面敲一敲，看一下，哎，谁得空出来听我说，听我说故事，还是他们也是会这样子，所以特别舒服。对，我们三个人其实就是时间点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，尤其是他出完国家队，然后我又退了，然后三个时间点忙的时间不一样，然后时不时就在群里就是会发，哎，最近在干嘛？有没有空啊？就骂一下对方啊，损一下对方，对你怎么，你为什么还活着？你还活着吗？就确保对方还活着而已，这样子就是老去走人，就走人就，可能那个关系就在这种大城市很难得，因为很多就是你久不联系。没有，就是没有了，就是不认识。可能我去中国，可能他过后不认我，不认识我。希望他去中国交到很帅很帅的男朋友啊，还是朋友们的时候，不会把我们给忘了。我怕他们把我忘了。微信那个群组，我怕从这边啊跌到去最下面，要找。他们永远是在顶端，那个群可以把什么直顶，对，一直都直顶。其实我们三个是怎么样变到这么好，就我其实自己也记得不是很清楚啊。我其实对子佳是在我只是跟吴小妹特别特别好，然后我跟她特别好，那时候我们几乎每一天晚餐都是直接就是好像男女朋友，然后男女朋友这样，哎，几点练完哦，给啊几点去吃，就直接就是每一天都是她，然后顺其自然就是哎。就是一定是你啊，不用这样，就不用理其他人，就是有这个朋友就够啊，直接去吃啊，晚上就回来休息。然后子佳的话是过后我也不能，我以前也是跟他从两个人啊，就是他跟他比较熟。去比赛就青年，我们去我中间那些十四十五岁就过七八年了吧，然后快七八年，十四十五岁开始，然后跟他认识五六年也比较熟，然后就过后就想变成。其实我记得是过后他可能他也比较尝试一个人吃晚餐，还是比较没有伴啊，然后过后他就有找他讲，哎，可以一起，不如我们一起吃晚餐哦，然后有了前面几次过后，就后面几乎又变成同一个 routine 了，就是三个人每一天，对，每一天都是去吃，就是我们三个都是变成一个日常啊，变成一个日常了，所以每一天都是一起出去吃晚餐。所以其实我们拍的照片其实真的也不算多，我们比起我们去吃啊，在一起的次数，其实我们很少特地去拍照，除非有特别的节日啊、生日啊还是什么才会拍。以前我们两个都不喜欢拍照，然后、很少了。那个男生更不用讲，更不喜欢拍照，他看到 camera 就有一点恐惧。他不能 selfie 啊，他只能这样子拍哦，他 selfie 就很搞笑。所以他没有女朋友就是这样子。Sorry bro， 可是我们两个现在就是比较注重这个东西，因为觉得就是时间好像，哎呀，我们反而有点后悔，就是以前那一个时光，以这种我们没有拍多一点 video 留下回忆啊，拍多一点照片留下回忆，就是因为那时当下就觉得，没有特别珍贵，就觉得太理所当然了，就是哎呀，我们还有很多个时候可以一起吃，可以一起出去玩，不足以让我们想要记录下来，就是很普遍啊，就是为什么要记录下来？可是直接看回去，结果什么都没有，就觉得浪费了很多。然后之前有一些拍到了，自己看回去，喂，这个哦，我们就是会回想回。如果没有这个 video， 可能我们就会已经忘记了有这个心，有这一幕这样子的东西。对，没有，就这样哦。我们三个人会为什么会这么 close？ 然后又一直唱 K， 对啊，我们很爱唱歌。一开始还是金嘴巴，完全不唱，然后他比较闷嘛，他就是感觉进去听我跟子佳唱歌了，听人家唱，然后点热牛奶，被他们笑，因为人家进去大多数都是喝，然后一起 enjoy， 喝汽水啊，喝汽水，然后唱歌啊什么，然后我去那边就是听着坐在那边听着，然后喝热牛奶，然后结果这个就一直被他们笑说，逼他唱都不要唱了，对你去喝热牛奶的、啊。去 K 房用 WiFi 安电脑、啊，对，哎，然后到后面呢，真的开金口啊，会 rap， 会唱 ，OK 吗 ？OK 吗？这个是我们成功，对对对，我跟子佳的成功，哎，对，大，他们帮我练大胆起来，一开始真的是我们两个唱他听不好，很好笑，
是哦，也是那个唱 K 把我们距离拉到更加近，一有时间就唱，一有时间就唱。更加近，因为我这么难听的歌声都可以让你们听到，所以直接 是我们已经接受了他的缺点，所以这些朋友是很难得的。对，他们看到了我的缺点，最丑陋的一面，完全没有包袱、啊。他也看了我最丑陋的一面，都看完了，看光了，看光年头。现在这个环节就是以前我们平时好像在周末星期六训练完，我们星期六晚上都会可能会一起出去去啊，秋一秋啊，娱乐啊，可能唱 K 啊，吃饭啊，然后可能过后就会回来这一间房间。这一间，大家拍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以前的房间。就是会在那边 chill 啊，然后会睡觉前都会说很多心事啊，可能最近面对了一些问题啊，然后就 be low talk 咯，就像很多好朋友之间都会做的事情。就那一说出来了过后，就会又不尴尬，又很舒服。对，所以这间房间可能以后就会少了一个人，可能两，应该是两个，变成了历史。然后披一个指甲在那边，变成了历史的。披他在那边换一个位置给他。有一次伟毅也是有来的，所以就是我们四个，他们两个男生睡地上，我跟他睡床上。就是关着灯了，两个就全部盖被了，就在那边讲话，就是谈了一个小时多样子才睡觉，就是关了眼睛，就什么事都敢讲，就真的是很放松，放松，完全没有包袱，就是分享，大家把最近比较有什么烦恼的事情啊，就都分享出来，就讲出来，然后给大家笑一笑，然后就也顺便提一提自己的意见，看能不能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，这样子咯。因为其实我们舒压的方式也不是很多，有些我们还在打热。因为大部分的时间真的都在训练跟比赛，所以只想把剩下的时间留给重要的人啊，重要的人。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也是很开心有他们这帮朋友。可是，唉，还是很遗憾不能。对，以前就觉得很好像很理所当然，哎，全部吃个晚餐啊，就这个疫情才让我们清楚了解到，哎，其实这些事情原来不是理所当然的，就很多事情都一直在改变着，就是连最普通，哎，一起坐下来吃个饭，一起飞一飞，都原来是这么的不简单，在这一阶段。我也记得啦，以前我每次你是讲你的床有一张小床在这边，记得吗？对，这个房间那个小床真的有一个特别属于我的小床。然后我每天捉弄他讲你，他是负责睡那一张床的，那个是他的床，如果他来这边他就是睡那一张床。带你们看一下，大家看到吗？我讲的那一个床，以前他来这边有枕头，对，有床，还有被啊，是不是很适合啊？是很适合啊，我就每天捉弄他。But anyway， 这个其实是我男朋友家的一个小小狗的床来的啦，是我在淘宝淘给他的。对，然后就每次弄他哦，就想这个微微呢，你今晚睡这边，这个是你的床，这样子哦。其实这个床呢是我的好朋友的男朋友的小狗的床，名叫 Rebel， 他的床来的。Rebel 啊。Rebel 的床啊，哎，要写 anyway，Rebel 啊，直接把它叫，因为直接一直记不到这狗的名叫 Rebel， 然后他就干脆直接把它改名叫做 Isabel。Isabel， 你随便给他的狗取一个名字，对，每个人给他的狗都有一个名字，所以这狗名字真的我也不懂它叫 Rebel 啦 ，Rebel，OK，Rebel。Rebel, okay, Rebel 其实这个是 Rebel 的床来的，这只狗，放上来，这只狗，然后它自己不上来。不，这才是他的床。Good girl， 不要，还没有到他睡觉时间。可是他跟子佳每一次啊，就是要我睡这张床，生气了真是。不要下去。狗啊，还比人幸福啊，他吃的食物啊，人也可以吃。对，最近他的男朋友呢？我男朋友在经营一个生意，就是狗食物的。生意啦，他们都是用那种fresh food 咯 ，fresh food 煮出来，然后让狗狗吃，就是又新鲜又好吃，就是人也可以吃的食物。然后伟伟讲他想试吃，等一下。
与这只狗一起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有难同当，这种东西一定要跟好朋友一起分享，对吗？等一下叫我等着这样，孩子走。这个就是那个我男朋友在经营的那个狗狗食物的包装，所以它有很多种肉啦，有分 premium 还有 original。就 premium 的话有鸭肉、有羊肉、salmon， 还有 salmon， 对。然后 original 的话就是鸡啊、猪、鸡肉、猪肉，还有 dory fish。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试一试。我连人都可以吃的，你想象一下，所以我只好让我朋友来，好朋友来示范一下，到底人能不能吃呢？然后我们煮了给他试吃一下，要给他试吃一下。没有，一定要这种好东西给好朋友试吃的吗？对吗？你看，还要。哦、然后我们会跟 Rebel 一起 share 这个东西。OK， 等下见，我们先煮先。然后这个是他们的不同的 flavor 呀、yeah。这个是 original recipe， 我们有三个 chicken, pork and dory fish。这个是我们的 premium， 也是有三个 salmon, duck 跟 lamb。拿一包拿去料理一下，其实是非常简单的，如果处理起来的话。还要吃哪一个 ？Rebel big one，big one，Rebel。选鸭肉给他吧，今天。OK， 倒钱。就只需要剪一个小洞，然后就放进微波炉叮一叮叮拍我们就是那么简单。好了，两分钟就好了。现在我去拿火锅盘，爸爸要吃的。哇，很香哎！喂，你一定很爱哦。没有啦，那你一定很喜欢这个。现在现在食物已经比较凉了，看哦，再我自己拿一个。快点，你也要拿，你也要拿。啊，为了我好朋友，为了我好朋友。啊，我们先吃啊！喂，他已经不能顶了，你坐了哈喂。喂。NOMS 在 IG 上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、他们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。所以呢，今天完美的结尾，床都给我拖塌去了，我要赔偿人家一个床。你跟我去淘宝买回给 Rebel。 好啦，所以呢，我们在中国再见吧，等他们去打中国公开赛。对，希望有机会参赛啦，我会加油的，不然就以后去旅行哦，去旅行找你哦。对对对，就这样的，好了，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大家，么、嗯。